位于港铁屯门站旁边的屯门市广场，汇集了来自香港、九龙及新界的巴士，离轻铁及西铁步行即可抵达，交通十分便利。这里为新界西部大型购物广场，白色四层楼高的建筑结合后方的大楼，吸引着路人的目光。屯门市广场除了提供良好的环境给民众购物及享受美食之外，一楼的中央广场是新界最大的展览场地，常常举办大大小小的活动及展览给民众一同参与。想要一个一站够足又能全家同乐的购物中心，屯门市广场等你来体验。